上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脑波强化器，想变什么就变什么。哎，有了，牛博士，要不要来玩木头人游戏呢？不许说话，不许动。啊，我最爱游戏了。停止检查。运送新鲜的水果。刚刚不是送过了吗？是刚才落下的西瓜。哎，我们捡回来。需要先来检查吗？新品种西瓜，果肉像果冻一样，是首席专门奖励的。放心。哪条路可以找到核桃星人啊？哎，这个……木头人，不许动！变成核桃星人。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。我们迷路了。请跟我来。请立刻开始工作。哦，脑波强化器研究计划，这是什么呀？你们是真懂还是假懂啊？不行，我也不能落后。请认真工作，不要捣乱。没捣乱呢，我的工作习惯就是这样。请认真工作。我已经很认真了。来呀！核桃星人不认真工作，立刻带入自省室进行检讨。让我再试一试嘛，一定能行的啦。猪猪侠真聪明啊，居然能牺牲自己引开钢齿虎。各位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嘘，安静一点，太吵闹会受到惩罚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又怎么进来的？我们是自由奔跑的人。你们就是传说中自由奔跑的人？你们曾经捣毁过几个环保回收更新站，然后解救过很多被关在里面的外星人。所以你们现在是带我们出去的吗？太好了，这里实在太闷了。等，其实我是来带你们出去的。耶！但是我需要大家的帮忙。这是迷糊博士，因为一场意外得了失忆症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他吗？
想要抓我？没门！木头人不许动。他不会再咬人吧？放心吧，他现在是木头人了。症状还挺严重的，照现在这情况，恐怕只能用脑波强化器治疗了。脑波强化器？这就是普利斯让我们做的工作，脑波强化器的第一代测试版，既能控制思维，也能治疗失忆。脑波强化器就在这里吗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当然要放在中心研究室。出门右拐直走第三个路口的第一个房间，不过那里戒备森严，得谨慎一些。谢谢了，不过得拜托你们照顾迷糊博士了。这里交给我们吧。哎，我也去。木头人不许动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？治好迷糊博士就带你们出去。回去工作吧。那个头盔应该就是脑波强化器了吧。治好博士。来来来来，上吧小猫咪。别乱跑啊博士。血检讨。到底要做什么呀？难不成要用尺子打屁股，还是用笔画大花脸呢？工作不认真，罚你做练习题。专心做题。认真做题，不要乱动。我需要上个厕所。不是这边。确认身份为通缉犯出租侠，立马执行逮捕。
阿武，嘿嘿，我拿到能治好迷糊博士的工具了。迷糊博士呢？奇怪了，刚刚还在我后面的。小猫咪，乖呀，不要跑。终于追上你们了，太厉害了！研究中心就两只钢齿虎都被你们搞定了，不愧是自由奔跑的人呐！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小猫咪，回来！研究中心有可疑人员入侵，请钢齿虎与全体星盟守卫立刻集合。猪猪侠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其他核桃星人已经全部在外面等着我们，快走！我好饿啊，再忍一忍吧，马上就要到出口了。是守卫，快往回跑。后面也有啊，这快，我们走。阿武，你是怎么拿到脑波强化器的？多亏了核桃星人们的指引啊！还有猪猪侠，你太伟大了，牺牲自己帮我们争取时间。都是小事嘛。好了。迷糊博士，你记得我是谁吗？普利斯。我的老朋友，你最近好吗？你被骗了吧？报告中心，逃跑通缉犯猪猪侠、铁拳虎、迷糊博士带着全体核桃星人逃跑。钢齿虎被脑波强化器影响，变成钢齿猫了。迷糊，我跟你没完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友情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飞翔，追寻最初的梦想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